1.4秒钟，德巴进来就必须要出手，运了一下，再往篮筐。 这个球又要拆炸弹，出出去！哇，余幻呀，上场之前又投进了。刘铮突破了禁区，漂亮给球！哇哦！接下来被台币给守了下来，刘铮直接往投中。 两队的得分都是稍显低了一些，这一个机会做给陶斯，双手把球塞进篮筐。